是主唱最恐惧的部分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说笑话，他也说完了。就是今天呢，就是他有准备一首歌要自弹自唱，可是应该是今天唯一的重头戏。重头戏。因为刚刚唱的都是中文或是英文。Sorry， 你在难过吗？我想找一个可以偷瞄的角度。这是会是今天唯一一首台语歌，然后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改编。那个就是其实啊，就我们团里面台语最好的人是楠楠。然后我跟小迪都是假台语，所以等一下发音不标准就请这么多包涵。已经有人在偷笑。但是我的偶像是伍佰老师，所以我小时候都有听台语歌。啊，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不是伍佰老师的歌，这首歌是小安的歌。铺梗铺那么久，然后不是伍佰。这首歌叫忧愁 ，You Ju， 然后他一直说听起来我讲起来很像 Ju 吉 ，You Ju， 哇，好紧张哦。
多多练习的，希望可以对那个乐器越来越熟悉一点。好，你可以把它放下来。对，那我们还是趁这先宣传一下好了。就是我们果实乐团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粉丝专页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，可以搜寻果实乐团 FRUUIT 就可以找到我们。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音乐啊这些演出资讯都会放在上面。对，像现在也有直播中，对，现在也在直播。干嘛笑？因为你对。对，就是露出了就是原本的本性，比较强一点。好，但今天是走气质路线，所以啊什么？居然有人质疑，我们被质疑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很真的很非常有气质。我们今天不觉得很有气质吗？对，因为在这个场合要有气质，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气质的一个地方。对，又是觉得讲话都会变成一个。爱乐电台的声音，哎，我刚刚也想到爱乐电台这个99.7，就不觉得不自觉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好了，今天台风天，对啊，就是很难得，很珍惜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，此时此刻，对，听我们唱歌，真的太有趣了。下一首歌，下一首歌是，我们的鼓手终于要唱歌。好，谢谢。它是出现在电影《歌喉战》里面的一首插曲吧。好，叫做《Flashlight》。Thank you.
但是我很喜欢一首歌，我觉得它很有正面的能量。你就是我的 flash， 干嘛？我的光，我的光。我刚刚脑袋闪过的是手电筒。对，我就是那种，你就是我的手电筒。不是，敢要唱中文的话还难，还蛮难的。最近那个有一个影片，不是这群人的影片，大家有看过？